以往講 NBA 咧，都可能會提到咧，就係 NCAA 嘅一啲球隊啦。不過講起咧，就係太平洋組別 Pac-10， 其實喺幾年前已經改咗做咧 Pac-12。咁啊，當然入邊 UCLA 嘅 USC 係相當之出名。咁講起 USC 啦，而家咧我就係位於咧就 USC 南加州大學啦。咁佢哋出過好多咧就係好出名嘅人，當然咧就係有史畢寶啦、斯蒂芬史畢寶。咁喺籃球當中咧，呢幾年有 Cash Gibson 啦、有 DeRozan 啊、OJ Mayo 都相當之咧係打得唔錯。所以有時話咧，我哋話除咗睇 NBA 之外，都要留意一下咧就 NCAA 嘅比賽。Hello， 歡迎大家嚟到史塔普斯中心，同大家一齊欣賞咧洛杉磯湖人對住咧。其實今日咧就冇任何嘅賽事嘅，小弟啦，好耐冇嚟史塔普斯中心啦。咁啊，講起史塔普斯中心咧 ，Staples Center 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全世界咧最繁忙嘅一個體育館。咁啊，因為咧你話見到當地嘅球隊有湖人啦，有呢個係快艇啦，咁啊，你見到其實幾日已經係有一場主場嘅賽事咧喺史塔普斯中心上面嘅啦。除此之外，亦都會有演唱會同埋咧佢哋嘅冰曲球隊咧 LA Kings 喺度作賽。咁啊，小弟亦都希望啦，就係我哋香港遲啲啊，嗰個九龍灣嘅體育城咧，建起咗之後咧，亦都有更加多嘅比賽。咁啊，聽過嚟睇一睇咧，其實見到咧 Elgin Baylor 啊，咁啊好多嘅名宿咧，佢哋都有咧就係自己嘅一個雕像咧喺度嘅。咁啊 ，Elgin Baylor 咧，1977年咧都係咧就係名人堂嘅成員啦。咁我再咧就係講解咧多啲咧史丹普斯中心嘅一啲咧就係、是。其他一啲好嘅嘢俾大家聽下。係而家咧就喺 Cali 嘅加州洛杉磯嘅 Jordan LA。咁我諗大家如果係 Jordan Brand 或者係 Jordan 嘅 fans 咧，都可以咧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參觀一下。咁你同佢講話係我朋友啊，咁就可以上嚟咧呢一層去睇啦。咁講笑啫。咁平時咧就係 weekend 先開嘅，咁啊今日我同佢講話，我係嚟報到 NBA 明星賽咧，帶我嚟參觀啦。見到我呢位朋友啦，見到啦，其實有 Smith Machine 啦，好多 training 嘅器材。我而家喺一間韓燒嘅餐廳咧，就位於咧洛杉磯嘅。咁啊，呢間嘢咧叫做卡荷當白莊。嗱，我唔知點讀啦嚇，但係韓文就係類似係咁樣啦。咁點解其實嚟到咧 LA 會食韓燒呢？因為好多嘅肉咧係 USDA Prime Beef， 咁就係一啲高質素嘅牛肉，所以變咗呢樣嘢咧亦都係咧喺美國食比較平啲。咁啊，連 BTS 都嚟過，咁啊當然華啲都要試下啦嚇。Costco 咧專做 wholesale 嘅，咁如果大家喺美國生活過咧，都知道咧，其實Sam's Club 啊、Costco 啦，好多中小企啊，或者屋企要買餸咧，都會嚟到呢度買，平靚正。咁啊，同埋有入油喎，入油咧比出邊咧就係每一家倫都平好多添啊。咁所以今日咧就係嚟到呢度啦，入油。嗱喺美國入油咧都係自己 self service 嘅，咁啊可以入 cash 啦，可以入咧就係 credit card。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美國咧住咗好耐嘅咧，都知道。自己搞掂，咁有幾個油揀啦，我就架車咁啱咪靚啲，要入個靚啲嘅油。啱啱嚟到美國嘅時候咧，其實嚟到 Costco 咧，我好虛撼，咁啊見到咧一路都係一個貨倉啦，有電視啊、衫褲鞋襪啊，乜嘢都有得賣。加州除了陽光燦爛，咁啊陽光燦爛有啲咩好呢？嗱，我之前講過咧，牛肉平啲啦 ，USDA 嘅 beef， 話嗰啲生果真係要睇一睇，嗰啲生果咧真係不得了。
見到架車咧，裝到落，裝得落成個人添啊！咁啊，同香港百佳惠康好唔同。其實點解要拍呢啲嘢咧？對於我嚟講，可能都好熟噶啦。咁但係可能香港朋友咧會幾陌生嘅。你見到啲車咧，啊，上去廁所馬桶啲紙巾幾大啊！而家咧，我喺呢間餐廳咧叫做 Lawry's 啊，咁其實喺香港都有，咁但係香港咧嗰間咧就冇咁好食。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好似咧啲魚生啊，點解日本好食啲咧？係因為咧日本係原產地，捉到上嚟咧即刻食，咁其實牛肉一樣。咁講到 USD Prime 嘅，無論係rib eye 啊，甚至係呢度食 prime rib 都好啦 ，prime rib 係牛扒，就同肉眼扒唔同，牛扒就厚啲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 cut。所以大家即係食嗰方面都有即係有要求啦。咁好似牛，你啱啱劏嘅點都會好食啲。嚟到洛杉磯 ，Pasadena 係嘛？名牌嘅初中啊！咁啊，影緊啊籃球場啦，但係我朋友講到咧，就係連續十年啦，棒球隊咧未輸過一場。咁啊，你話初中小學咧，我哋叫 junior school 咧，用到呢個場噶啦。但係如果 junior school 嚟講，應該就係咧啊六年班初一即係中一啦、中二嘅，有室內場有室外場，好靚嘅。球場咧，其實喺美式嘅學校咧，都放啲咁嘅錦旗啊。嗱，我喺度射咗陣波咧，同香港嗰啲咩唔同咧？喺香港射波咧，即刻有嗰啲咩阿公阿嬸啊。就係趕我走嘅，咁而家翻學時段咧，華啲都喺度射波咧，表示非常之高興。咁所以有陣時我哋話即係好 chill 嘅，點解咧？美國個氣氛咧就話，哦，即係如果我射波阻住人哋趕我走 ，OK。咁啊，有陣時喺香港啲學校，你唔係話邊個都入得噶嘛？咁啊，同個朋友湊個女翻學，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度話射下波啦。咁啊，講起波咧，其實我哋香港可能打 Nike 嘅 Sporting 比較多啦，但係喺外國咧 ，Evolution Wilson 咧呢個波係 NCAA 咧最成日用嘅 ，High School 好多都成日用。好，華啲今日嚟到咧喺啊 LA 嘅呢個好出名著名嘅海灘叫 Venice Beach。OK， 中文我唔知點譯，我就叫 Venice Beach 啊。咁啊，今日其實天氣咧就已經唔算好噶啦。咁啊，呢幾日咧都係比較多雲少少啊。嗱，華啲身後咧呢個咧就係 Venice Beach 嘅最出名嘅。Three court 咁啊，之前 Kevin Hart 啊、Chris Paul 基本上所有嘅 NBA 球星咧都嚟過呢度打嘅。美式嘅早餐當然係非常之豐富啦。咁如果係本地啲去 IHOP 啊或者 Denny's， 咁但係加州 LA 咧有好多很好食嘅地方，或者咧有啲西班牙或者墨西哥式嘅。嚟到 Santa Monica 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玩一啲攤位嘅遊戲。咁香港可能 AIA 都有啦，但喺我身後，誒，車卡咧示範一下。今日真係冷冷雨喎，同埋咧要話咩默默撥著大霧，命我的去路，話知佢啦。今日嚟到 Getty Center， 咁啊紐約咧去咗兩個咧，就係MoMA 同埋 Winnie 之後咧，我老母都係覺得我咧書卷味、藝術味道唔夠重。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帶大家咧嚟到 Getty Center。咁 Getty Center 有啲咩特別啊？如果見到咧，其實 Getty Images 有好多。即係我哋啲體育嘅媒體咧，去影嗰啲相，嗰啲 image， 實個標誌咧都係嚟自 Getty。
咁 Gaddy 其實之前有套戲咧，都係圍繞住佢去拍。咁啊，講到咧就係呢位仁兄幾咁孤寒。咁啊，同大家睇下呢個衞生管理。